七级难度一键三连，没搞错吧？七级你好意思叫我玩？拼装前请撕开保护膜，这简直就是搞人心态啊！12个拼图块，点赞、投币加收藏，还愣着干嘛？操作起来啊！先拼这几个比较大的拼图块，小的放到最后。直角贴边，这里差了一点点啊！本来多的这些间隙，差不多刚好可以放下这三个的。哎，翻个面就可以了。这里放 B， 这个收藏和点赞还是不够位置。这里很明显是点赞的形状。哎，放下两个了，最后一个收藏，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看出它的形状，但是位置不够，把它们凑到一起还有可能。这样组合一下，感觉是不是好一点？但是这两个组合无法同时进框啊，而且这个收藏还能放这里，这里和这里都是它的形状，我们就保留这个，把这个给它拆开。更不行了，我觉得它有可能在误导我们，就像之前玩的这个，圆不一定放到圆里面，放到方里面也是可以的。这次连点赞都放不下了，这个拼图真的只有七级吗？怎么这么难？都掉头发了，这感觉比我以前拼的什么八级、九级、十级的还要难啊！已经过了零点了，崩溃呀！收藏和 B 都已经搞定了，就只差这个点赞。哎。等一下，我把这个翻过来。哎，感觉有点。等一下。哎，搞定了！这拼图真的好阴险，你看这里，这多容易被误导啊，处处是陷阱。也就拼了3-4个小时吧，看我这么辛苦的份上，能不能一键三连？